好，我是 SS Rush。那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介绍《魔兽世界》的月饼。《魔兽世界》月饼，我们上次介绍的是《暗黑破坏神》的月饼，这次收到的是《魔兽世界》月饼哦。一样的难题，很难猜，我不可以。9月24号跟9月25号，你们可以去啊。那我先去吃啊。